我倒觉得刚刚那首歌，可能因为你的职业影响了我，我倒觉得挺像什么生命的诞生的，从那个产妇开始阵痛，然后先生在旁边跟着擦汗，然后到接生出来，哇哇大哭就，咚就结束了，给了我一个整个那种，这个就生命的诞生的感觉。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题外话，就是这个话我一直没有问过我的医生，我是这么多年为这么多的孩子接生，把这些小天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你们会感动吗？那一瞬间？ 我觉得其实我们妇产科大夫，我们最幸福的瞬间，就是当把这个新生命从母体带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瞬间，所以这个也是我选择当妇产科大夫的一个最大的原因。我们如果让你过关，你很快要做第二首歌表演，你有第二首歌吗？ 其实我以前是一个不太会唱歌的人，我大一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的一个卡拉 OK 比赛，还得了倒数第二名，还被所有同学嘲笑说你还是不要唱歌了。目前我只会这一首歌。你的这首歌就练了3年，那你要再练第二首歌，是不是还要再花3年呢？如果需要的话，30年都可以。 哦，你个人可以等那么久，可是我们达人秀等不了那么久。 No。 我要给你 yes， 好，谢谢。小姨，我还是有更高的追求。我已经说过，这一届故事跟才华必须均等。想想小王子是怎么来的。Yes。 恭喜你，你成功了！好，谢谢。